上次的这个校园裙装大家都很喜欢，这部装叫都来了吗？哈喽姐妹们，今天咱们画那种紫色烟熏眼妆，因为我等了两个月的眼影盘掉了，让大家欣赏一下，好看吗？我的然后稍微试了一下它的粉质颜色，好看，反正别管，我就要画。最近这个脸好像有点变白了，因为